心姐姐。11月8号的喵喵乐园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啊，请问你要学画什么？我要学画。我们要用蓝色的笔去画出来你想要的鱼。首先呢，就是先画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再来这边平平的接下来，再接来这边。再来呢，可以眼睛的部分是五官，要画这边。还有黑色的画，这样子。我们有10元，我们还有好多钱钱哦，分给你个10元，谢谢，找您钱，谢谢光临。您好，我要买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我们要一份小份的，好，小份的。那请问你要什么？我要一个草莓，小的。再来呢，还一份巧克力。你说饼干吗？对，饼干。再来呢，香肠，就这样吗？对，小汤匙呢？汤匙和叉子。好，请问需要多加什么吗？没有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总共是1000呢。来，给你1000。好，谢谢。跟吉祥物拍个照哟。你好，我不用拍个照，我下来买冰淇淋。你要什么冰淇淋？我要一个2层的，一个巧克力，一个草莓。巧克力和草莓哦，巧克力和草莓要怎么比呢？先准备汤匙，再来呢，拿出我们的武器。一定不能按，好了，它已经快要完全的卡住，就像这样。我们呢会先放草莓的，请问你要什么嘞？你要用什么装？我要用这个装。好的，先放草莓。这样子就算压住了。好，谢谢光临。2层的是2000，我付5000，要找我。好，5000的话5000。谢谢光临。我要买什么呢？我的10元好多哟，那我来买玩具好了。啊，前面已经有人要来买玩具了呢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您好，欢迎光临，你要买什么嘞？我看，我想一下哦，那我要来一个小瓢虫。小瓢虫你要哪一种颜色？那个橘色的。好，总共是18元，来给你。好，可是我们没办法付耶。好，
就那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这个恐龙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个长颈龙。好，请付钱，谢谢。我要买，我很多钱的。那我看一下这个500元，这个号总共是10元，谢谢。我们的钱越来越多了，你给我们一些钱吗？可以呀，我给你一个10元，一个500，510，谢谢，我要钱了。我要买一个贵一点的，比100还贵的吗？那我这个改成110好了。那我要一个汽车，你要放哪？借放。好，借放的总共是10元。好，我扩张，扩张，扩张。这个是10元的，要放油，恐龙放这。来补充一下，恐龙这个没有标签，所以不能，我们要把它多标签。10元，这边有个10元哈，一个关，过关，过10元，过关，贴上10元。这个是零一，贴上10元，放上台子。再来呢？还有谁要来买呢？吃饱了，麒麟也是。我要先把汤匙、看叉子，还有我们的饼干放到篮子里。这两个要放在里面呢。林杰林的手法，林杰林的手法是把林杰林用掉放在桌上，小心融化哟。再来把这个放在盒子里，放在里面。好了，林杰林的事情就把林杰林呢，林杰林会不会不见呢？会。找冰淇淋不在，只要把甜筒拿掉，把甜筒记得洗洗，然后再做出两个新的冰淇淋，放上台子，放放。好了，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。请问你们要什么？我先来访问一下咪，请问你要什么？我要一个饼干小份的最好，饼干小份的。一个饼干小份的，感觉你们在合作呢。你自己在一起吃。是啊。是他帮忙点餐，因为他有这个超级星，你很看。他帮海爸点餐，你们最后点，抱歉，还有我们。海爸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一份3层冰淇淋。太花我的钱了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份冰淇淋。几层？3层。你要3层的吗？对。这次甜点是巧克力哟。好了，就到此为止。好，谢谢。更加要吃的，还有这个。去向他长，想吃第二碗的就说我好，你的第二碗到了，龙嘴蛋糕，看菜。